我们家倩倩一定可以上你第一小学。孩子上哪个学校不是上？干嘛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？你念过重点吗？皮肤怎么那么滑呀？妈妈，我们家吃一只虾。闭嘴！拼音、英语、奥数、艺术，门门精。可咱家倩倩呢？五加七等于几？大家好，我是佟大为。优酷放剧场，好剧不断档，敬请关注《虎妈猫爸》。